明天天气如何呢？一同来关心各地的温度预测。北部地区，基隆、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苗栗，25到34度。中部地区，台中、彰化、南投、云林、嘉义，25到33度。南部地区，台南、高雄、屏东、恒春，26到35度。东部地区，宜兰、花莲、台东、兰屿，26到33度。外岛地区，澎湖、金门、马祖，26到33度。以上是今天的公视晚间新闻，我是林欣怡，感谢收看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